我明白，可他不明白啊。他，哦，你能明白吗？哎，城主，要不要找个大夫看看？找什么大夫？这种事，大夫有我明白吗？说，谁的？不知道，就当做是韩硕的吧。荒唐！韩硕前日进城，昨日跟你成婚，今日你就有了？嗯，不是，你这个不成器的。